Hello， 高能一辈子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BB 周笔畅。我觉得都挺喜欢的吧，对。我是最喜欢的一面。嗯，哦，好嘞，谢谢。因为是第一次，然后真的就是纯唱嘛，对吧？在那个舞台上面。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很遗憾没有唱到这个表演的歌？也倒没有吧，已经选到了嘛。对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跳够了。就是那种纯跳舞的就算了。对。还生活呀。感觉我生活当中能看的都看完了，能展示的都已经展示了。对啊，就是能看的都展示过了。比如说什么时候能看？睡觉。茅塞顿开吧。就是比较稍微能够接受了吧。对，然后但是就是还是挑自己喜欢的更适合的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。有没有想过去尝试一下像你们的好友杨幂很喜欢的那种密室啊，或者是那种？我非常想去，但是那种纯吓人的我非常不喜欢。就是很无聊。你喜欢推理？对，我喜欢动脑的。你是那种坦克还是那种解锁能手？遇到现在一起工作的这一帮，我只能是坦克。好想看你玩一次那个密室。还好吧，就是可能播不了，因为我都在骂人。那更想看了。前天刚骂完。我说图形都看不懂吗？我的妈呀。我其实早上找给你的专辑的。哦，好嘞。话题转得真快。是的，因为其实真的我就是之前听你的那个特别喜欢的 Luna 那个。谢谢。当时有跟周耀辉老师，周耀辉老师包办了所有的词，对，作曲嘛。对，就是他算是这张专辑的企划嘛。这概念是你跟他一起企划的？就是我也有给我的一个最开始的想法吧。对，然后刚好他那段时间，然后也会想要讨论女性方面的东西，他也非常关注社会上面的嘛。对，而且就是也是作为一个老师聊的时候，然后刚好就是我觉得那个我们两个想要讨论的东西，然后都非常的契合。对，像蝴蝶谷还有月半的那种歌曲都讲的是容貌焦虑什么的。对，500万的那个灵魂，那个也是讲的是年龄焦虑。自己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？身体容貌的话，我觉得作为女性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吧。但是在做这个时候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段，我自己的时间，那个时间段已经过了。但是就是在这几年，然后就会看到可能特别是那两年吧，社会上对于女性外貌身材的一些讨论就是变得越来越多吧。对，所以就才会想要做那样一件事情。你是想把你自己的一个什么观念就传达出去？我觉得在音乐里面就是说态度啊，然后喊口号的东西太多了。对，然后其实自己不喜欢那样的方式，然后去给别人打鸡血，就是对于我来说然后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的。对，所以我更希望就是能够非常平等的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，能够更深层次的然后去探讨这个问题吧。我当然会希望能够有出圈的或者是传唱高的歌曲吧。对，但是你真正在做的时候，你就也不能够预判这个事情，就是你只能从你自己的喜好然后去做。当然你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受大家欢迎，或者大家一听就能够哼唱起来，但是就我觉得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吧。对，其实这也就是你比较独特的一点。永远不知道下首歌是什么。谢谢。你的粉丝给你个建议，他们说你如果出一首在 KTV 里面他们能唱上去的歌，然后你可能就很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？能唱上去啊，因为我那个他们能唱上去吗？里面也有人摇头。
还是说大家一起喜羊羊？喜羊羊美羊羊，懒羊羊沸羊羊。哦，这个可以是吧？那我只能出儿歌的意思是吧？应该挺久没想了，因为你知道就是南北方的差异生活的，对，所以你在北方生活久了，你也不太会去想这件事情。嗯，然后现在你想起来了，就可以就机长了。哦 ，OK， 反正千万一个公司。对，可能每年都在变好看嘛。形容三个词，形容男子。男的啊，就过了是吗？这个问题。让那个网友来补充就好。OK， 嗯。有过特别自我冲突的时候吗？很多时候。最近一次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？最近一次，要不要早起？没有，没有。有没有拍戏的镜头？就是如果有好的话，然后也会考虑。悬疑蛮喜欢的。对，我也喜欢悬疑。动作，刚跳完舞。生日会和演唱会的进入计划当中吗？就是得要聊吧，对，就是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想对16年前刚收到的自己说什么？千万不要踏进这个圈子。最想安利自己的哪三个歌曲？新的跟 Luna 那张专辑。你在圈里面有很多艺人吗？艺人朋友，就追星，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最近印象深刻，可能就是某个公司名字那个。我觉得说实话，追彩虹屁方的更加是你的性格。那肯定是说实话呀，那个屁放不出来。你唱歌忘词都是用叫来蒙混过的吗？现在有没有开发出新的技能？你心情不好、压力大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能让你迅速开心起来？可以休息。没有，最近都不想思考。用时间飞行。对，最近都想放空。